前几天看到这个肥牛的做法，我可一定要试一试。先请肥牛喝光一包可乐，肥牛最好要厚一点，加入屏幕上调料给它入入味，小葱切断，简单的给荔枝去个核，把葱插进去，再用肥牛卷起来。你别说，一个个还挺好看的。平铺在烤盘上，接着就是专业的烧烤手法，每一面都要均匀的煎到，只要把肥牛煎熟就可以了。撒上黑胡椒还有芝麻，真的贼香。难得买了那么多荔枝来做一杯喝的，荔枝、香水柠檬、冰块爆锤，倒入绿茶雪克一下，喜欢甜的也可以加点果糖哦。肥牛的咸和荔枝的甜结合得刚刚好，一点也不会腻，真的很神奇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